桃园市八德区大成国小的学生施凯杰是111年总统教育奖得主，热爱演奏萨克斯风的他呢，自小罹患有白化症，但是凯杰不畏惧异样眼光，勇敢站上舞台，希望以自己的故事来鼓励其他人。在乐队老师的指挥下，施凯杰与音乐班的同学合作完成了演奏。就读6年级的凯杰患有白化症，但他不畏惧他人异样的眼光，仍坚持站上舞台，展现他对音乐的热忱。练习完辛苦过后，上台表现出我最好的成果，然后表现出来之后感动大家。凯杰除了在音乐上的好成绩外，也积极参与校外的运动竞赛，都获得不错的成绩。而凯杰乐观的个性也让他得到同学的喜爱与照顾，不会因为他的不同而去排挤他。就是我们就是跟一般人其实没什么不同，因为我只是皮肤不同而已，其实我还是跟其他人一样，所以交的朋友也都是对待我也比较好，就跟我相处也比较融洽。施凯杰能自信地站上舞台，背后有着家长的支持与鼓励，帮助他朝着目标前进。尽量就是让凯杰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在过程中呢，我们会陪伴他一起成长这样子。那遇到挫折的时候，那凯杰总会说没关系，再一次啊，我不是最优秀的，但是我是最努力的，然后克服困难，然后我们一起往前。凯杰在111年荣获总统教育奖，他希望借由他的故事激励与他一样的人，利用自己小小的力量去帮助到更多人，